今天去卫龙岗吃到一家非常牛逼的泰餐店。来两个碗。这是菠萝炒饭吗？对，就这样，鱼蛋汤。对，不过我把你们拿两个。OK。不错啊，不错呀，不错不错。我觉得比那个咕噜噜响动物我都爱吃。是说这个是，这个是他老板今天披露的新的菜品。筷子呢？有，这是蟹肉吧？蛮新鲜的。两个筷子，好。好饿。这应该是鱼肉，花沙鱼。好蹲马。哦，这个泰山是挺牛的。它有点像猴吊墙，就什么素的海鲜肉类就在一起混沌，它蘸调料。这个好辣呀，还不错。下次我也炖炖，是吧？勾芡一下。它勾芡是用电饭锅芡吗？鸡爪啊，鱼肉，买点蛤蜊，这应该不错。有点像那个火腿粉的感觉。对。哎，你看这个效果拍的真好。So we have the special. 可以点。Special what? The fried rice. Pineapple rice? Yes. Okay, thank you. 这是菠萝炒饭。哇，肉松啊！人家量挺大的。我觉得能吃完。上来再问。你给我拍个照，快！拍照！哇，不错啊！这个20块，太好。我觉得没点冬阴汤，冬阴汤对了，这个汤挺好吃的。对，那饭也好好吃啊。这饭不要。
猪颈肉。慢点慢点，太大了呀。你放碗里，然后有这个刀叉可以切一下。有刀啊，你这个混合到一起之后，这两个混合到一起，把烧东西蛮多的，这什么猪标吗？它挺好吃的，叫什么？有点像竹荪哈。我们那叫猪标，就猪皮炸的。标，这一大块，切成块，紧做的，等回学学自己做。他就是买猪颈肉。你这个勺子放那里干嘛？嫌弃我？跟你不亲近。啊、这放回去我给你学一下做。你要能做出来咱就去餐厅吃饭。但还有什么菜？我靠，这量有点大。这样子，好好吃，好好吃。
这叫什么？蟹肉。咖喱蟹。咖喱蟹。哎，你在泰国那家是不是最喜欢吃就咖喱蟹？那个在泰国那个咖喱蟹不好吃。That's great。咖喱蟹。嗯。我操！绝了，这味道！哇！喜欢吃肉的人喜欢。因为我最喜欢吃，那张比较酸酸辣辣的，基本上所有人都喜欢吃。吃饱饱。Thank you。就是今天卧龙岗的泰餐之旅，好吃。用一顿美味的泰餐结束卧龙岗一天之旅。好吃，好吃。